你们一共几个？就四个。不是七个吗？那是葫芦娃。嗨，哎呦我的妈！到底是谁救了我的女儿？赶快告诉我。对对对，赶紧说，赶紧！你怎么找到她的？那孩子吧，他跟我打听厕所在哪儿。我一看，这不正是咱要找那孩子吗？然后我就把他哪个来着，反正就他们当中一个给带过来了。孩子们。你要再不告诉我谁救的我女儿，我告诉你，叔叔有一个毛病，他们都知道啊。我着急，一着急我就抽风。哟，对对对，一抽风就得送医院，有生命危险。我告诉你，快，承认了，他不上点手段，你是不出来呀？好孩子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。又来了，你们先过来。等一会儿，别走啊！给我点钱。啊，要钱干啥呀？我得跟人家孩子表示表示啊，这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，快点！你表示，你管我要钱干什么？我没有钱。你说你出门也不带点钱，给，就这些，给我。你呢？我们是一家的。啊，你抠死了你！哎，小姨夫，我这有，拿着。你没有。孩子，拿着。叔叔的一点心意。叔叔，我不能收你的钱。拿着。我真不能收。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对对对，我真不能收。我抽了啊。就这样啊，叔叔，咱们来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就是你能把我们四个认出来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我就收下你的钱。这怎么不可能？这个不可能，咱们一模一样，不带这么玩的。啊，认出我也可以。你是老几？老大。行，大家都看仔细了。行，找老大。这一个行。准备，我先来。你先来。开始。你先来啊。哎，在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停！他，救他，救他了。你是不是老大？不是，我是老三。切啥眼神？我来。哎，备，开始！看着他！哎，别这么着，老大！停了！哎，你是不是老大？我还是老三。还是老三？我来吧！来，开始！哎，那个，不是，抓不着。那个，就那个，行，你是不是老大？我是老三。我早知道抓老三了。怎么办？死了！这可怎么办，小姨夫？孩子们。别再跟我闹了，好不好？叔叔就是要表达个心意，一定要把钱收下。叔叔，我就那个小妹妹，就是一件平常的事儿，不值一提。要是我掉水里了，那个小妹妹也会救我的，是不是，叔叔？